暑假作业写不完，爸妈求你帮帮忙。他们学校有一个阅读小博士，他必须要阅读50本书。前面我就很认真有去读，后面我就不想写，我就叫妈妈写在白纸上，然后我再抄上去。有一个功课叫做歌曲拼装秀，那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，他们根本都写不出来。后来那一个晚上我没有事帮他们写。那你小孩他忙什么呢？他就忙着打电动啊。今天晚上9点，爸妈熊很大。